菜。大家好，我是九妹。我今天干活回家了，看到都没菜，我都赶快出来钓鱼喽，要不然今晚就没菜吃了。现在去钓鱼。差一点要钓到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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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跑啊！哎呀！哎呀！第一条你就想跑。跑了两次了，都给他跑掉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哎喂！哎！得了一条，看来今天晚上还有的菜吃哦。这主要要耐心。恭喜了！行了，不钓了，收工啊！哎呀妈，今天就钓了这么多。你看一下，哎呦，哎，回家了。要不然等一下它又飞出来，我要白钓了。朋友们，钓了这么多鱼也该回家了。如果喜欢钓鱼的朋友们到我家来，我大把的鱼。喜欢九妹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要回家捡鱼去了。